大家好，今天的新闻是莫言希望刘晓波早日获得自由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表示，希望在狱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早日获得自由，研究政治。对于自己身为中国党员与中国作协副主席，莫言说他的作品是说人性，突破党派局限。莫言夺得诺贝尔文学奖，自然会令人想起两年前取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人刘晓波。莫言表示，在80年代看过刘晓波写的一篇文章，刘晓波为他当年写的《红高粱家族》应该以长篇小说的方式出版，才有石破天惊的效果。莫言是第一名中国党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，又是官方机构中国作协副主席。不过他表示，这次获奖是文学的胜利，不是政治的胜利。莫言曾经应出版社要求抄写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，有批评指出他是歌功颂德，他反而批评毛泽东的观点有局限性。他又被问到中日钓鱼岛争议，表示战争是不能解决问题。莫言还会取得750万人民币奖金，指无论如何都无想过离开中国。再见。